他们家比较经典的几个菜，第一个是个素菜，就是酱爆洋白菜，就是这个叫做包菜，在北方叫做洋白菜，这个酱油炒的这个爆炒出来的洋白菜，非常脆嫩。然后这一道呢是一个中西结合的，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奶味儿的，叫做奶爆，也叫全爆，面炸的这种羊肉片儿。这味道就是有点像那个蘑菇，奶油蘑菇汤的味道，就是西餐里面那种浓汤的味道，感觉还有点那种芝士的那种黏黏的口感。然后这一道菜呢就是。南天地一定要吃的叫做红烧牛窝骨，它里面打底的这个就是番茄汁，看一下这个就是里面的那个，其实它牛窝骨就是牛的膝盖，它旁边有很多这个筋，它里面打底的配菜是这个土豆切得很薄的这种，然后是番茄酱在里面，那种酸甜的口感。然后来吃一块这个瘦肉，它是肥是肥，这个筋是筋，好像牛肉非常的软烂，入口即化，我很喜欢这个菜，都是甜甜的。喇煲三是天津地区极为流行的一道菜，下酒下饭都非常适宜。原料呢，他们家是牛的里脊、牛肝、牛心、牛腰，特点呢就是色泽红亮，口味咸鲜，浓浓的蒜香味，非常的豪爽。你看这个刀这么大一片的，这个你来吃一下。口感非常丰富，就是肝儿啊，然后里脊啊，还有这个腰子都有，就像米饭，非常下饭。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天津菜呢，就是非常量，非常大，非常实在。这一个盘子呢，就是给你装的基本上和盘子里差不多多的这个菜量。我们是四个人点了这四道菜，三个荤菜，一个素菜，就完全是够吃了。我再点一个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点撑。所以大家来这边建议就是先少点，不够再加，不要浪费。再见吧，拜拜。